老大，赶紧上网，赵王姐出事了。我也是刚知道，谁能想到这个朝阳还是个宝藏女孩呢，能走黑红路线。哎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聊了，准备开播了。南哥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越闹越大呀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可是万一让公司知道，我怕……哎呀，我只是发了一张他的照片，谁想到这些网友这么厉害，还能扒出他那么多信息。跟我可没关系。像朝阳估计会很生气。他生气又能怎么样？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对方选在话题发酵速度最快的时间捏造曝光朝阳私生活，应该是有经验的营销号做的。我们正在删帖控评，尽快停息事件，维护朝阳形象。删帖晚了，控评可以了。我知道了。把舆论导向、竞争对手恶意和手段，以及朝阳努力从原生家庭爬出来的不容易，再查一下幕后推手，从上传的第一张偷拍照片下手。好。网上那些帖子飞了，涨粉不就炒作了吗？你没事坑自己干什么呀？那你跟那个投资人？除了网友扒我妈那一趴，其他都是无中生有，借赵婷发挥。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颠倒不了，你别太放在心上。至于妈的事情，哎呀，你别给我添乱了，我先着急去公司。如果再不删的话，我就。